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晶晶。哎，漂亮。近期杨洋与迪丽热巴合作的都市爱情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再影热议。这是一部甜甜腻腻的爱情剧，讲述了一位万人迷女星与一位航天设计师携手共进，在同行的过程中砥砺前行。其中迪丽热巴饰演的是一位拥有超高人气的女星乔晶晶，可谓是迪丽热巴本色出演了。而杨洋则饰演一位高学历高智商的航天设计师于途，两人是曾经的高中同窗，于途也是乔晶晶一直以来的男神。尽管后来因为毕业工作没再见过面，但是这个男生一直就存在于乔晶晶心中。后来在阴差阳错中，于途就成为了乔晶晶的私人游戏陪练，在日夜的陪伴中，于途也渐渐地打开了自己的心扉，对他有了爱恋之情。在一些互动中积累的情感终于在后来爆发，于途大胆地表白了乔晶晶，两人就这样成为了恋人。本就喜爱于途的乔晶晶根本招架不住，丝毫隐藏不了自己的心意，与于途出行的时候直接化身为于途的专属旺夫时，这一幕就是生生看了20遍都不过瘾，实在是爆甜。对此你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